今天的大来宾贤庆。那个老师跟大家说一件事，就是这首歌原本没有这么好听。哎、欸，这是你说的吧？谁说的？你那时候来录音的时候，你就说，哎、欸，这首歌变得比较好听、欸，哎，有吗？有吧？你说，你是称赞啊，你没有那个。你说我去录音？对，他说变得。我还记得那时候的画面，他是这样，这首歌变得好不一样，然后眼睛张很大，很中性的一个评价。哦，对，然后刚刚那首歌叫《黑暗之中》，闭上眼，然后在我们刚刚的专辑里面一样有陈贤庆小姐，中间是有一个月的弦的陈贤庆小姐，陈庆同学，她为我们献唱这样子，大家有发现吗？有。可是没有牢那一段啊，那个黑色的马路，黑色的马路。我快背起来了。哎，我超喜欢那边，很 gangster。黑暗之中，我闭上眼。那是你现在就来唱一下。哎、欸，不要了，完了，干不要了，不用了，不要这样了。哎，干算了，哎、欸，算了，不要了，干不要了。不见的黑暗中寻找光影，不眠不休的黑暗中放弃自觉，你和我的黑暗中没了遮掩，哦，要回到下个的天空。你这忙碌的节奏让我放给烟火，这想在这想在这里这家的你没不见的那么好。谢谢。哎，你不是要唱吗？我唱一些，然后发现哦，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唱的。我们脑袋容量还是有限的。好了，综艺桥段差不多结束了，我们很少这样，因为我实在太慌了，我很少在台上断弦，然后还断两条弦。太 impossible 了吧？对啊，谢谢台中的力量太强了，还有前面震断，好感谢。然后一样有陈信同学陪伴我，好像觉得比较快乐，因为上一场在台南的时候没有陈信同学，我们觉得后台就一片死寂。不是因为核爆，然后不是因为核爆，核爆当然有50%的原因，可是就觉得好像没有一个人在负责让我们开心，我就一直不坐着这样，对吧？核爆当然是个原因。你讲话好危险哦。不会吗？会吗？还好吧。我真的觉得，对，我们好，我不要接这个球好了。君彦，来你说、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，就这样，谢谢。下一首歌直接演给大家看，谢谢。